我们去吃个早饭，然后到。然后你那点那么菜，然后到飞场去很危险，他们也来了。茄子、黄瓜、狗。他说留着，他说那个都是老党员，都去了的。他是老党员。走嘛。走去。你放哪里？今天好大的雾啊，难得有这么大的雾啊。 今天太阳有点大啊，好多都躲到那个房子下面，在那里。 小甜甜跟他院子里面的两个小朋友在这里玩，胖哥他们躲到这里面来了。我傻呀！我中国心，给我的中国心。 Thank you.
讲的嘞，不领导讲，你说哈，说哈。我们的歌曲第三名啊。武胜村众人划桨开大船，社区五星红旗。请摄影师合影留念。文雪他们还红，他们也是第三名啊。我们唱的那个众人划桨开大船得了一个三等奖，还是可以嘛，不枉那么多天辛苦啊。陈也得了一个三等奖，可以。这这这。现在我们今天回去了。